利路亚，咱过来祈祷来。耶稣上大，所以咱就要甲主先讲话啊。天父，阮的主，创造天地万米的主，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阮学习谦卑家己，阮知影阮算不得什么，阮的一生，那是阮若有什么的成功，有什么款的尊严，拢是你的赏赐。所以求主予阮会晓归荣耀予你，会晓常常称颂阿罗你的圣名。将这个聚会交托伫你的手，将这个时间交伫你的手。愿你对我讲话，也对所有的兄弟姊妹来讲话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好。今天我要讲这个题目叫做安息，真的安息。原来安息也有真也有假的吼，就敢那有的人好困，有的人歹困啊，你看哦。那我若问你，你有困无？有困。有的人是困到咕咕叫，困到够老烂哦。但是有的人安尼变来变去，就是困袂落啦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真正的安息。是讲心灵的迄方面，所以刷落来，我要对一段圣经内面，予咱看见啊，看会到的安息，甲看袂到的安息，两项拢是要紧啊，兄弟姊妹，吼，咱来从这段圣经来读一摆，第二个 slide 甲第三个 slide 来，安息日耶稣伫会堂内面教死人，有一个妇人人予鬼附着。这个得到这个病十八年，啊，这个叫做讲腰弯吼，就是咱讲福建咪讲翘骨啦吼，翘骨到一点啊吼，拢袂直起来。耶稣看到就叫伊过来，对伊讲：妇人啊，你脱离这个病。对安尼，用两只手环着伊，伊立刻就直起伊的腰来，归荣耀和上帝。阮会堂的，因为耶稣伫安息日来医病，就去到逐逐条对医症人讲：有六日应该做工，六日内会通来求医。伫安息日是未通安尼。主就讲：感冒危险的人呐、啊，你是毋是达人伫安息日无解开迄个座顶面的牛甲驴，牵伊去啉水吗？何况这个妇人人本来是阿伯拉罕的后裔，和撒旦捆绑十八年，不应该在安息日解开伊的绑吗？耶稣讲这个话，伊的敌人就见笑了。众人因为伊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，就拢欢喜了。阿门。阿弟姊妹，圣经伫遮特别讲到一款的病。叫做翘骨啊！你有翘骨无？啊，感谢主吼、啊！你无翘骨吼？翘骨真侪原因呐、啊！啊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逐摆行路点点骨骨，你啊骨了就变翘骨啊！这是一哈、啊，这是一个原因呐、啊、吼、啊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咱喝声大了，骨质疏松症啊，骨质。这个疏松吼，所以伊也会慢慢翘啦。所以有的老人，食人讲食老酒水啊，啊，就是因为啊小可有翘骨的情形安尼。啊，另外阁有一款是因为病痛来翘骨的，就是讲咱的骨本这个骨啊，本来就是没什么好势，所以食老了伊就开始出问题。其中阁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咱的后背的这个骨吼。会歪去了，变形了，所以人也是会翘骨。啊，阁有一个翘骨的原因，是因为咱生瘤，生瘤啊，也会致到讲这个翘骨吼。无论安怎样，阁是徛直直较好看吼、哦。但是有时就是安尼无细腻，啊人就要骨落去安尼看哈。啊，求主帮助咱。虽然这外表的翘骨看起来不是真好看，但是外表的翘骨甲心灵内边的翘骨，多一款搁较
通惊咧，多一款，搁较需要咱去注意呢。我相信是心灵内边会翘骨啦，吼。好，咱讲到翘骨的时阵呢，咱怎样？拄啊，正读起个圣经，讲到耶稣是伫什么时阵来医治这个翘骨的妇人人？但阿未讲这个进程吼，你有注意到两摆耶稣讲这个妇人人，伊和魔鬼捆绑十八年，啊，就是讲其中有一个翘骨的原因，是因为魔鬼和人身体有诶一款诶病。当那是魔鬼离开迄个人诶时阵，这个病就得到医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原来魔鬼诶创治人诶哦，魔鬼会用伊诶关系，和人的肉体受苦，都亲像这个拄啊只咱读迄个妇人人相款。好，耶稣伫什么时阵医治这个妇人人？一开始的时讲安息日，安息日，犹太人真看重安息日，看重到一个地步，到个耶稣的时代的时阵，因认为讲安息日什么本袂使做啊，只有啊，伫圣殿去敬拜上帝。当然，因的安息日就是伫拜六啦，咱即阵的拜六啊。咱基督徒咱无守安息日，拜六的安息日，但是咱守什么？守主日啊。为什么咱守主日呢？是因为耶稣对死来复活，所以迄个七日的头一日就是主日，咱就是用迄一日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大家伫姊妹。虽然敬拜是要紧，但是什么款的人到教会内面来敬拜，什么款的心，什么款的态度到教会来敬拜，迄个有真大的无相。所以今仔日你来到这个所在，你的心是伫想什么？你的心内面你想爱得到什么？也伫即个安息日，耶稣讲，咱就伫这个。不是耶稣讲，上帝在十条诫里面跟咱讲，咱就要纪念安息日，守以做圣。纪念安息日就是讲会记的，所以主日嘛是兄弟姊妹，咱就爱会记的。今日是礼拜日，是主日，所以咱就要来教会。那有的人讲，哎呀，我无闲啊，还是安怎？咱嘛就鼓励因就要来，因为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你甲耶稣约会的日子，是甲耶稣见面的日子，是一个要紧的日子，也甲兄弟姊妹做一个敬拜阿罗上帝的日子，所以咱袂使无来啊！这是一项。除了纪念以外，安息这两个字是甚么意思呢？安息这两个字就是讲放落你一切的工作，放落一切的着磨。啊！安尼有个人就讲：“哎呦，我礼拜日要做生意，我礼拜日若放哦，我们就输大大啊！我就啊，生意安尼就会影响着。其实唔是，即我所知影有真侪听主的兄弟姊妹，因礼拜日就是无做生意，但是上帝伫拜一到拜六祝福因的生意是超过所求所想的，所以兄弟姊妹。”咱来知影，好处拢是对上帝来。你会晓敬畏上帝，上帝一定也会赏赐予你。阿门。所以，这个是咱爱学习的功课啦。你的信心有偌大，你的领受也就有偌大啊。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吼，伫主的内面吼，真的就爱有学习的功课啦。哦，也伫姊妹。无一个人讲，我的信心真大了，我唔免做啥物，唔是，咱拢是一步一步的学习，每一摆的艰苦，每一摆的问题，每一摆的危险，拢会让咱的信心愈来愈大。哈利路亚。OK， 咱看落去，这个翘骨的得到医治，第十节到第十三节，翘骨的人吼。咱知影，我翘骨的吼，那是真正骨吼啊，真正骨的时阵，真正骨就是讲骨甲差不多九十度啊，应该叫做翘骨啦吼。啊，你真正骨的人哦，一行路的时阵哦，伊看袂到你的咧，伊是看什么？看涂骹啦，伊看涂骹，伊
伊要起来，伊要安尼，亲像咱安尼徛起来无变，伊只有安尼翘翘的时阵，安尼甲你看，伊只会通到安尼款的堪声尔尔，你知唔知？遐伫姊妹，翘久的人拢是看涂骹。今仔日咱无翘久，但是咱伫内边的灵已经翘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点点看涂骹。哦，为人走路点点看涂骹。哦，我古早细汉的时阵哦，啊，我隔壁的就甲我讲，走路唔当点点看天顶，等去弄壁。赶路就要看涂骹，可能会捡到雷，看涂骹较袂去打着屎。所以真侪时阵，人就是甚物走路啊，头处处安尼看涂骹吼，也是是袂。人是安尼。世间人走路的时阵，拢是安尼看涂骹。啊，信主的人，有时真侪时阵，咱嘛是看涂骹。看涂骹的日子，比看天仰望主的日子搁较侪。你讲对唔对啊？哦，啊，只有一句话讲：世间人信徒过无见天日的日子，意思是讲吼，咱踮无看天的。请问你最后一摆看天什么时阵啊？你会记还袂记？啊，昨日是当人十六啊，我若无记错啦。十六月娘是真圆的，你有看月娘无？无啦，你讲看册都看到袂糊啦，啊，看电脑都看到袂糊啦，嘛有时间去看天啦？啊，还是姊妹，咱真对时阵，咱就是安尼无闲气气，你知唔知？好、哦，咱为着这个世间的事啊，真侪时阵，咱是逐日拢是咧看涂骹，看涂骹，看对面上一切的生活需要、困难、问题，无看无代志，愈看愈侪代志，无看无想死，愈看愈想爱死，无看啊，就袂讲无希望啊，愈看愈真的是无希望，你知无？所以真侪时阵哦，你看什么真正要紧啊？所以伫圣经内面，甲咱讲，咱就要看天顶，唔是看涂骹啦。好，遐伫姊妹注重天顶的事，唔是注重涂骹的事啦。啊，世间人拢是注重涂骹的事啦，要食什么啦，要穿什么啦，要用什么啦，逐日拢是为着遮的事来烦恼啦。你讲对唔对？哦。啊，咱若做人做几十年了，请问你烦恼会了未？啊，你是不是烦恼的代志，大项拢会好势呢？无，袂好势，对唔对？有时烦恼过头，啊，心内边就蹦蹦跳，蹦蹦跳，吼，心蹦蹦跳，阁袂要紧，你血压点点悬，点点悬，啊，所以真侪时阵，哦，烦恼会变做病痛，你知唔知？哦。所以咱基督徒唔当点点看涂骹，唔当亲像牛啊、马啊，安尼点点咧累啊、累啊、累啊。什么时阵咱才会知影，咱就要休喘？其实上帝安排第七日，予咱来敬拜伊，其实就是一个机会，予咱会来举头仰望伊，予咱会通明白原来真正的安息。是伫耶稣的内边，我唔知你来到遮的时，你有感觉我规个人轻松个无？安尼款的感觉无？啊，哎，姊妹，就敢若我一个昨日听一个朋友讲哦，伊的心跳突啦，啊，真正袂舒服。但是当医生该通迄个心的时阵，伊感觉讲忽然间规个人冷去了嘞。好势了，迄款的丢脱的感觉无去了，我迄款的感觉，伊讲我是真正轻松的感觉。兄弟姊妹，咱真对时阵，当咱的心未清的时阵，当咱的心丢脱的时阵，咱规个心嘛是真对时阵哦，未平静落来。你讲对唔对啊？咱一定心内吼真多真多的迄落。惊啦，担心啦，有啊，无的啦，你讲有影无啊？吼、哦，所以咱就要学习啊。礼拜日来到教会时阵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上帝啊，我要来敬拜你，我要将我一切的烦恼
一切的担当、顺满、加喜路啦，拢总交乎你啦，求你来帮助我，系姊妹。所以每一个人礼拜日煞踏出这个所在的时阵，应该是心灵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平安。因为你已经得到头棒了，你得到自由了，所以你会当欢欢喜喜的安尼行出去。孩子们，这是咱每一个人，咱大家礼拜日来到主的面头前，这是咱上大的愿望。你讲对唔对？世间人会使去饮酒啊，来去 party 啊，跳舞啊，欢喜啊，一时的时间，甲你哇，真正轻松。但是过后，搁再是烦恼最多，过后搁再是有真多看袂开，你讲对唔对啊？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予咱会晓安息。但好，基督徒有诶时阵，真诶就是袂晓安息。当你点点看涂骹诶时阵，你就予涂骹甲你吸掉。你真侪时阵，你就无爱看主，无爱看天，你知毋知？安尼主要安怎予你提醒呢？主就予你破病，予你来一个食力食力的，予你飙鬼心肝哈，对不对哦，兄弟哦，哦，较紧拍电话，可能我爱骂低调哦，安尼款啊，啊，兄弟姊妹，啊，咱无拄着代志吼，啊，你就袂抬头仰望上帝，你知唔知？所以啊，有时阵唔是病痛哦，主稳准有时嘛会予咱发生意外，你知唔知吼？啊，有时是车弄你，有时是你弄车，啊，无论安怎样吼，兄弟姊妹拢有意外啦。所以当咱意外的时阵啊，咱就要袂震动咯，啊是讲哎呀，这道无舒服，那道无舒服的时阵，咱才知影讲咱就要休喘啦。当咱休息的时阵，啊，就是上帝甲咱讲话的时阵，上帝改变咱生命的时阵，哦，伊利亚先知是一个大能的先知，伫加密山顶，哇，伊是真像会使一摆拍赢偌济巴力的先知，你知唔知？上少四百五十个巴力的先知啊，哇，伊一个伊点想讲我是撒都乌人，我一个对四百五十个啊。啊是哇，迄场是一通讲是完全的得胜，你知毋知？啊，伊去到山顶的时阵，伊亲像一条龙，伊落到山脚变作一只虫。啊，为甚物？因为阿哈的某亚西别讲要杀伊啦。哇，伊就惊到较紧走，你知无？圣经讲伊用一日的时间呐，惊走啊，惊啊走，走到真远，然后就真仙，然后伊就休息。啊！伊伫主面头前，哎呀，我死了算啊，我算啦，煞啦煞啦，我死了就好了啦，无代志了啦。但伫迄个时间内边，等伊休息的时阵，上帝开始甲伊讲话。上帝借着风，借着地动，借着大风诶进行自然界发生的进行，但是上帝拢无伫迄个内边。最后，上帝用真细的声音甲伊讲话，上帝鼓励伊，上帝伫伊安尼无闲气气的时阵，伊需要安息。伫安息的内边，上帝常常做就是安慰甲鼓励。上帝鼓励伊什么呢？伊甲伊讲，伊讲唔是你只有一人发热心来服侍我。我已经为陪伴有三千个无拜巴力的人，所以不是你一人，阁有真侪人。所以上帝予咱看见讲，有诶时阵，哎呦，亲像我一人伫遐吃苦，亲像我一人伫遐受苦，亲像我伫遐一个人孤单，无人会插我，无人会明白我，不是上帝早已经陪伴啦。陪伴新加坡教会的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在你后面真多你祈祷的动力，在你后面真多你祈祷的支持，阿门无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来来 also must come 啦，啊，每个礼拜日拢特别来，因为新加坡教会兄弟姊妹，大家拢会热心，大家拢有听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咱来学习的功课吼。来，咱搁看，搁看另外一个 slide， 甲咱讲到，
你看这个妇人人吼，虽然有病啊，但是伊无讲，哎呦，我有病啊，哎呦，我得要伫厝内咯，我袂使来咯。伊虽然有病啊，伊翘骨翘到安尼嘛，尖的时阵，伊犹原怎样？大下安休日去会堂，当然伊去会堂有伊的想法，伊的目的。但是伊坚持去会堂，可能伫迄款短短的敬拜的时间内边，也予伊加少得到淡薄的安慰啦。啊，有无许个也好啦吼，啊，未通哭的时阵，上少即短短的时间，也当诚做伊的一个祝福。但是因为伊坚持，逐个礼拜去，逐个安休日去，结果呢，伊就有一摆伫即个会堂内面拄到耶稣。兄弟姊妹，所以有诶时阵，咱讲，哎呀，我一摆来，未好，两摆来未好，你继续来，因为上帝时阵也未到，上帝时阵若到，你定着会得到医治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伫上帝无恶行诶事，哦，上帝会当互水变作酒，上帝会当用五个饼两尾鱼来互五千人食饱。哎呀，你诶问题，伫伊来看，不过是加减不定尔尔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着爱有啥物，有信心啊，咱爱知影为啥物咱。会继续的活在这个世界，就亲像拄啊只，咱的兄弟伫只做见证。伊讲上帝，恁若要用我吼，啊，你就给我活落去。好，所以伊目睭一开，伊就搁再活落去了。啊，所以恁活目睭唔能看咧，你得爱目睭开啊。所以也是姊妹，感谢主啊！咱的主实在对咱真好，你讲对唔对？来，咱搁看来，啊，撒旦捆绑这个妇人人十八年。所以你看，在这十八年里面，他虽然知道我来圣殿来会堂，我爱通得到上帝怜悯，但是他的规个思想、规个头脑、规个看法，拢是以世界甲世界的事来做要紧。就亲像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讲，凡那世界的事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甲今生的骄傲。有影，咱看去，咱逐个人吼，拢互即个物件来甲咱捆绑，你知毋知？有个人较轻，有个人较重，有个人翘骨是翘骨，但是翘淡薄；有个人是翘甲真厉害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毋知你今仔日你互什物来甲你捆绑？今仔日真多。咱看见这个世界吼，知影这个魔鬼知影讲，这个伊的日子已经剩无多了，你知无？所以伊就真正搁较拍拼的，用各款的物件来捆绑咱世间人的心，来捆绑基督徒的心，你知毋知？吼，肉体的情欲，兄弟姊妹有真侪人看重肉体的情欲，罪过看重上帝的事，对毋对？肉体的情欲，包括感情的需要，包括食的需要，吼、哦，兄弟姊妹，咱看见有的人哇，为着要让肉体会通得到饱足，吼、哦，哇，搁较侪钱本感慨，搁较侪钱本会去食，你讲对唔对？哦，讲到食，新加坡人 number one 吼，招呼行到了找无到榴莲，嘛，你新加坡找有娘娘。啊、所以你看哈，你新加坡人实在食榴莲食到贵去，你知唔知？哦，所以有个人就是天天食榴莲。啥哩一个姊妹咧甲我讲，伊讲哇，伊就是天天食榴莲，榴莲出食到榴莲无出，你知无？所以最后伊就癫尿病啊，哈，伊就癫尿病啦。哦，伊讲我是真爱食榴莲咯，我若看到榴莲，我无食，我就袂大汗咯。所以伊点点食，点点食，好咯。你注重肉体的饱足，结果你得到的是安尼款的病啦。兄弟姊妹，你讲会得了袂得的啦，袂得的吼。其实兄弟姊妹，你已经活到这个好声了。哦，咱就爱食无沙啦，但是咱爱食，
唔是食甲饱、食甲吐、食甲老，唔是，咱是食一个味，食一个好食一个味，安尼就满足了。你讲对唔对？啊，咱无过再少年了。我唔是讲这个未使食，那个未使食，但是咱爱会记耶稣甲咱讲的话，人活着。不是靠食物，是靠上帝嘴内所出一切的话啊！啊，另外呢，也即圣经讲到真对，眼目的情欲就是啥物啊？目睭歹啦，哦，目睭歹不是叫你去罗棍去到乌布力啦、开刀啦，不是啦。目睭歹是看到啥物就爱啥物啦，迄叫目睭歹啦，哦啊，有无你目睭有歹无？哦。啊，有的人看到人买这个，伊就爱买啊！你看你知无？啊，我会记有一摆啊，我甲几个兄弟姊妹啊去外国，你知无？其中有一个老姊妹吼，伊也是缀阮去啦，但是阮后来才想着，哎呀，应该袂使带伊去啦，因为伊是一个目睭歹的姊妹啦。啊，安怎叫目睭歹的姊妹呢？哎，人买什么，伊就买什么，你知无？哇！人买果冻，伊也买果冻。你买一行，伊买两行。啊，你看你，你知无？结果哦，伊买甲真侪果冻，你知无？也袂转来咧，哈、啊，放伫中国也袂转来咧，啊，到后来伊死了，迄果冻唔知佫死亡个唔知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目睭袂使歹啦，你讲对唔对？吼、哦，你目睭有歹无？哇，感谢主，目睭无歹。啊，所以唔通人看的，人有的你本爱有啊，迄个叫做目睭歹啦。你讲对唔对？其实有通食，有通用，有够额，安尼就感谢主，就感谢主了。你讲对唔对？啊，咱免去甲人比的啦，比袂了的啦，人比人安怎？气死人，唔是气死人啊，气活人啊，因为死人无感觉啊。OK， 来，咱阁看另外一个 slide 来，啊，另外一个 slide 甲咱讲，困乏是上艰苦解脱的是啥物？就是讲白擦甲假冒为善，这两项是上艰苦会通啊完全脱离的，你知唔知？啊，咱真侪基督徒嘛是会有时啊，互这款的物件来甲咱影响，到甲这个时阵，你信主哈尼久了。请问你是不是有真侪时阵啊？有时无善，你本是爱加减善淡薄，无磅你加减嘛就爱磅淡薄，有无？有无？有无？啊！我感谢主啦！你是在 study 啊，会使分 BB 了哈。啊，是阁有真侪人吼啊，伊无善未使，就爱阁善淡薄，无磅伊本就爱加减爱磅淡薄啦，无安尼强本讲到安尼强啦。无安尼做，本讲个安尼做啦，哦，啊，有时就是你要先要蹦的时阵啊，啊，你就变做讲白痴啦，说谎啦，你讲对唔对？哦，啊，有个人是少年无通好练，食老个来好练呐，哦，因为少年无读册嘛，无通好练嘛，啊，食老了啊，好练什么？好练家己的囝咯，家己的孙咯。我逐摆有讲，你讲对唔对？哦，逐摆啊，你讲话讲话，哎，你几个囝哦？啊，你几个孙哦？安尼哦，我几个囝，我几个孙，我赢你，啊，就哇，好练了。哦，啊，等你过来讲咯，讲，哎呦，啊，你囝在做什么工哦？哦，我囝一个扫涂骹，一个滑的士，一个这個。这个小贩中心咧，这个卖茶粿条，伊讲哎呦，我的囝哦，一个是经理啊，一个是啥物换过啊呢？啊，意思是讲我赢了了啦，我赢了了，是不是好练了？会使好练了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啊，咱等下过问你，啊，你徛倒咯？你讲我徛顶边呢，是讲啊，我徛荷兰路哦，哇，你荷兰路大建筑啊，你知无？啊，也是好练了啦，哦。啊，遐个姊妹，咱实在伫世间无啥物通骄傲，无啥物通好练的，真的。咱这个敢那冠状病毒安尼款，一来尔，你就麻痹了，真的啊。啊，你早日才听讲一个。啊，教会啊，教会就是下礼拜恁要请迄个讲员的教会哈啊，
因有两个领袖哦，三十几岁拢是冠状病毒就救生。啊，两个一个长老，一个执事，差不多可能是安尼款。所以哦，实在伫这个世界，无啥物通好练的啦。哦，啊，咱应该怎样？愈老就愈谦卑啦。哦，当你若好练的时阵，你予世间的物件甲你剥掉的时阵，都亲像一个重担，安尼甲你持久了哦。你虽然走路是真直，但是你内面迄个人已经是翘骨了，已经是翘骨了，你明白无吼？所以咱讲翘骨有看会到的，甲看袂到的。所以基督徒就爱知影，你有啊无属灵的翘骨？好，给咱阁看落去，来，阁看落去。啊，伊当主耶稣救伊的时阵，主耶稣看先看到伊哦，主耶稣听伊哦。主耶稣有怜悯伊哦，所以才讲主耶稣就叫伊，伊就怎样马上来，伊无提示，伊无伫遐安尼在想讲有影无影，主耶稣真的叫我啊，哈、啊，啊是讲伊，或者是讲，哎呀，我袂使啦，我是安尼款的人，我袂使去见耶稣吼，所以遐是姊妹，伊拢无甚物款的借口咧，伊就是怎样。伊就是主耶稣叫伊时，伊就来找主耶稣。圣经讲，到我家来，我的确无放杀伊。所以今仔日，无论你是甚物人，你有甚物款的问题，你有甚物款的决心，心内有甚物款迫切的代志，你拢会使来到耶稣的面头前，因为耶稣无放杀你。耶稣了解你心内各款的艰苦担担，有的人真的乎世间的担担带到喘袂气了，喘袂过来了。但是你要知影，今仔日你若愿意来到主的面头前，你讲主啊，你脱去我的担担，乎我得到安息，乎我得到自由。耶稣自己说的，凡那劳苦背担担的人，会通到我家来，我就要让你得到安息。阿弥陀佛，真多兄弟姊妹已经经验到，主提起伊的担担，让伊会通轻轻松松的做人。哦，所以真多真正有顶头先的基督徒。拢会予伊个亲戚朋友发现，就讲某人啊，最近看你愈来愈少年咯、哦，毋是因为你加一个新头，啊毋是你会化妆，啊毋是你会穿个衫有啥物特别，是你个面带着一款属天个喜乐，予你个亲友感受到，真个是无相呢。你亲像敢若最近有啥物好诶代志发生伫你诶身上，你知毋知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你会通来试看卖，来到主诶面头前，互你真正得到逃亡，真正得到自由。好，时间诶关系，咱阁看落去来，阁看去，捆绑第一通得到解开，捆绑会通得到解开。讲到这一点诶时阵，兄弟姊妹，咱知影一个人若受捆绑哦，是真艰苦诶代志吼。啊，就亲像讲啊，你的手那是包石膏啊，因为你手受伤包石膏吼，你会讲哇包了真爽啊，上好迄个棉套落来，会袂啊？啊，我会记我1978年发生车祸的时阵，我这个手哦，拍断骨折，拍偌侪摆，拍三摆，哈、啊，包石膏包偌久？包半年，啊，包半年了，吼、哦。到尾迄个手透出来时喏，哇，3:8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规个手拢无力的，你知唔知？但是伫包石膏的时阵喏，实在是无袂爽快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内边是胀甲真胀来，爬佫爬袂到咧，拍伊佫袂无感觉，你知无？所以迄款的感觉是真正无好。你真正真唔望讲即个物件紧紧甲开去，安尼互你的手会当轻松，会当自由。咱的心本是安尼，兄弟姊妹，咱本是有安尼款的想法，咱爱得到逃亡，咱爱通会通得到自由。所以，咱刷落来爱讲的，唔是讲这个富人，
咱要来讲这个关怀堂的，咱看另外一个 slide， 关怀堂的就是代表迄个时阵呢，伫会堂内边的领袖，跩领袖吼，你看因常常伫会堂内边，但是真可惜，因的心无得到安息，因的心无得到安息。因是要来敬拜上帝，但是因无找到一个对的态度来敬拜上帝，所以后来耶稣讲，要敬拜上帝，就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，唔是讲伫这道啊，是伫迄道，拢无要紧，上要紧是有心灵诚实真实的敬拜，因为上帝是灵。上帝爱人，安尼款来拜伊，所以一只，予咱看见，只个领袖伊无得到安息，因常常予教训啦、规条啦，啊，就讲啥物会使做，啥物袂使做，亲像遮个物件吼，来个捆绑，来个限制。啊，耶稣徛伫伊面头前，因拢毋捌耶稣，因拢毋知影真正。会通予因得到安息的，就是这位主耶稣。因搁较唔知影，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。因搁较唔知，所以你看一个人吼，那是伊的目睭吼，魔鬼创痴迷的时阵，伊实在看袂到，看袂到，讲为什么咱就要来敬拜上帝？为什么咱就要热心来服侍上帝？为什么咱就要真正啊迫切的安尼来祈祷，来盼望咱的亲戚朋友拢会来相信耶稣，来拢来捌耶稣？遐滴姊妹，就是因为魔鬼创痴迷你心灵的目睭，予你无看到迄个要紧，你明白无？好，咱看另外一个赛，甲咱讲这个。关怀堂的看到耶稣医好这个妇人人的时，这就讲，伊气甲作作着，啊，伊就伫遐安尼来讲话，伊就伫遐来讲耶稣嘛那会使安尼款，啊，安尼你什么应什么本袂使做才对，啊，伊的意思是安尼，阿弟姊妹，耶稣就问伊一个问题，那是安尼你，你是不是？白地迄个、迄、那个驴的饲牛、饲驴的所在的，迄、那个所在的牛啊驴，你是不是就该过去带去啉水呢？伊讲，伊就无话讲了。何况是这个妇人人已经十八年被撒旦捆绑，无自由，是不是今仔日伊也应该得到安息呢？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只会疼自己疼动物，但是他们不会疼这个妇人人，不会同情这个有艰苦的妇人人。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创痴迷也是这样，我们只有看到自己的需要，我们只有看到这个俗世的需要，我们就是咱看有时看到，哎呦，我的狗啊，我的猫啊，破病了咯，我爱较紧带去看罗军咯，几百几千本是着感慨咯。啊，是有一个兄弟一个姊妹啊，入罗军厝啊，开刀啊，啊，镭无够啊，啊，你无看到咧，趣味咧。啊，是我的狗，我的猫，我看到咧，啊，所以伫这个安尼款一个比较内面，你就会通知影人的心吼。愈来愈偏向自私的迄方面，咱若无耶稣，咱就是愈来愈自私。咱想的都是我甲我的代志，甲那是讲甲我无关系的代志，我拢袂去插。所以有真侪时阵，就是讲功夫话讲自己顾自己，累死你个事啊！啊，迄款的太多啦吼。但是咱信主了，咱袂使有安尼款的态度啦，咱就要悔改啦，兄弟姊妹，吼、哦，咱爱明白哦，兄弟姊妹的代志也是咱的代志，兄弟姊妹若有病痛，就亲像咱有病痛安尼款，就圣经讲，甲欢喜的人相甲欢喜，甲哀伤的人相甲哀伤的意思，好，搁看落去。另外一个 slide， 甲咱讲到敌人最后，来到最后的时阵啊，即个敌人哦，就是遐死只会晓死死修律法的人。当耶稣讲完遮话的时阵，圣经讲，因就见笑，因的内心就觉得非常的见笑，
因为因的心目已经打开了，因已经看到原来阮安尼侪年所做是沙来，所想的本是沙来。所以才讲主的话，就亲像什么？亲像两边来的刀，也伫即个两边来的刀，就是当你听了主的话了后，你的心会真正扎心，你的心会觉得真正歹势，真正见笑。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头前，有一个认罪，有一个悔改的心。所以主的话亲像两边的刀。主的话，佫亲像甚物？亲像即个蜜蜂诶所流落来诶蜜哈，伊伫蜜蜂房内面所流落来蜜，啊，就是讲，当你听见主的话诶时阵呢，你会觉得非常的甘甜，非常的饱足，非常的受激励，甚至亲像圣经最后讲，众人拢欢喜。所以主的话会互你欢喜啦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主帮助咱，予咱今仔日这篇的道理会明白一项事，就是耶稣疼你，伊要救你；耶稣疼你，伊要改变你。你来到伊的面头前，伊要祝福你。来，咱大家站起来，来，哦，咱要来今仔日要来领受主的祝福，吼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伫咱中间，若有兄弟姊妹要相信主耶稣的。啊，较等下，牧师祈祷了后，你会通到头前来，来领受祝福的祈祷，好无？啊，咱中间若有人有病痛的，啊，要受到主的医治，会通来到主的面头前来领受这个医治的祈祷。或者有的人已经规个腰已经跌到都要断去了，翘到真袂通阁翘落去了，因为有真多生活的重担、罪恶的重担啊。真多真多的问题，哎，把你气愈气愈落，愈气愈袂站起来。你讲主啊，到了我无爱安尼款的日子了，我会真正得到头棒，我会真正得到自由。你提淡薄信心，勇敢的行到头前来。主今仔日要行神迹在你的身上，予你得到真正的头棒，予你得到真正的医治啊！也伫姊妹，主真正疼咱吼，咱三甲祈祷来。天父啊，阮伫你的面头前，阮实在无什么通夸口，因为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王，在你无难成的事，所以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愿恳求你施恩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，每一个今仔日来到你面头前的亲戚朋友。主啊，你讲凡那劳苦背担担的人会通到家来，你就要予阮得到安息。主愿求你祝福阮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予因会通心灵得到真正安息。愿主你啊祝福正兄弟姊妹，个啊这个聚会就真紧就要结束了。愿主保守正人，予阮有一个信心来继续的仰望你，也予阮决意伫你的面头前讲，对今日开始，阮要举起阮的头，予阮要。会当挺胸做人，会当夹起阮的胸口，安尼来仰望你，继续的来行这条天路，予阮无搁再看世间甲世间的事，阮要仰望你，阮要看天顶的事，看主你所欢喜爱阮做的事。感谢主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祝福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有传信来的朋友，你再将你带头前来。需要祈祷的，请你一定就要留落来哈，来。啊，传信朋友来，一定就要留落来，来。你要得到自由投放哦，你来啊。那感谢咱人的林俊乐牧师。